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分享甜裤风格的，喜欢甜裤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。买了一件这种白色的毛衣，还有一个牛仔裤。我们先打开这件白色毛衣看一下，它有两个颜色，还有个黑色。我只买了一个白色，这是159块才买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春天穿的话，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看，而且它摸上手还挺厚实的呢。春秋都是可以穿的，它是一个半高领的一个设计，螺纹领，大家可以离近点看一下啊。这种毛衣的质感还不错的，这上面的颜色呢都是提花上去的啊。上面有个大的数字字母5，我觉得它的款式设计真的特别甜酷啊。大家看后面的样子就这样子的。这款毛衣我觉得摸上手还挺重工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蛮值的。下摆呢也是拼接了个这种螺纹啊，袖子还挺好看的，上面有个立体的这种提花，袖口的话加螺纹加一个编织的设计，还是蛮细节的啊。这件毛衣我们来看一下牛仔裤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牛仔裤。这款牛仔裤呢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牛仔裤啊，非常好看，非常适合搭甜裤的衣服啊。比如说我刚才买的那件毛衣，我觉得一套搭整体就特别好看，到时候我们穿上身看一下效果。先看一下这条裤子，这上面红色的字母呢都是刺绣上去的啊，非常的牢固，而且非常精美，很精致的感觉。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就这样子的，看模特图穿还挺好看的呢，到时候穿上身我们来对比看一下。这是个高腰的，我买的是 S 码的。这款牛仔裤的面料呢摸上去也非常的柔软亲肤，它比较适合春秋季节都是可以穿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一套呢搭配起来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，穿上身还是挺舒服的，而且很保暖哦。春秋的季节穿我觉得非常合适，真的非常好看。这个袖子上面它是这种立体的，大家可以近点看一下啊，这种立体的蛮好看的。袖孔呢这里还做了一个拼色处理，真的非常甜酷又甜美的感觉。这件上衣的长度呢也是这种常规的，配这种高腰裤子是刚刚好的，非常好看。前面如果穿的话也可以这样塞一些也是没问题的，这样会有层次感一些。毛衣我是贴身穿的，也没有扎人。这件毛衣的弹力呢也是超级大的啊，微胖姐妹我觉得也是可以入的。虽然它的版型哦是这种常规的，但是它是有点宽松的哈，是有点遮肚子的，有点小肚子姐妹完全是可以入的啊，微胖姐妹也是可以入的。我觉得还是真挺好看的这件毛衣，搭一双运动鞋，大家看一下，参考一下这个整体的穿搭效果，也可以对比一下。这条裤子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穿了，穿上身呢是特别舒服的，这个裤子啊面料非常的柔软，整体一套穿搭我还挺满意的。这件毛衣呢真的是非常好穿，而且非常甜酷风格的，如果说披头发也是可以，如果说扎个马尾的话也是蛮好看的啊，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有点休闲的啊。搭配一个白色的包包，这样一套穿真的非常好看，很甜酷。喜欢甜酷风格的还有辣妹风格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套，真的特别好看，学生党和上班族都是可以去入的，出门出去玩的时候穿我觉得也是挺好的，非常的吸睛，而且穿上身非常简明啊。好的，那小娇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如果喜欢小娇视频的话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